大家好，我是 Elise 高露。现在时间早上八点。我阿里安96.3，古米登伊拉努米索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原住民族广播电台阿里安96.3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林佳怡。接下来请听阿里安族语新闻。掌握部落脉动，欢迎收听阿里安族语新闻。呀，马拉卡夫妇，干嘛伊呐？咋不咋喂？第五六万恩阿呀，咱俩人，另外俩恩伊里子，那个台湾那恩阿个嘛是专门来伊那人伊办人哦。阿嘞，这是给咱大印度阿家平南湾的那新本。您现在收听的是阿里安96.3原住民族广播电台台湾族语新闻，我是咕噜叶网静。首先带您关注屏东的新闻，大雨毁路，边坡下滑。